元朝末年，军阀混战，流寇四起。相传在淮西地区曾出现一支残暴的军队，以人肉为食。南村辍耕录有文记载：天下兵甲谤音，而怀幼之君事实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酷毒万状。 将军，粮仓没粮了。说，把粮食藏哪儿了？不瞒将军，年初镇上就断粮了，现在大伙全吃野菜、树皮。林堂。 自古素有粮仓之称，怎么可能没有粮食？年年战乱，男丁都去从军了，现在只剩下这些老弱妇孺，田地全荒了。将军。 吃过一次，一辈子都香。所以叫香肉。还我的孩子！还我孩子！我的孩子！
三个小时才能起飞。喂，尚辉。喂。哦，听见了。翠，我下个月在新加坡的画展，能不能往后延迟一个月？我现在还剩最后一幅画，一直画不出来。子飞，时间来不及了。哦，尚辉，不说了，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你就专心在家里把所有的作品完成，其他的事情我已经和赞助商谈好了。 大哥，你好，我想问一下，去郭叔家怎么走啊？郭叔家，对，往那边走是吧？谢谢啊。哥哥。 少辉，真的不记得我们了？不记得了。我曾经得过失忆症，九岁之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你爸爸还好吗？我爸两个月前就走了。哦，那你这次回来是？ 我回来就是想去老房子里看看，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去找回我的记忆。记忆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钱花。记忆是没什么用，也不能当钱花，但是它很珍贵，至少它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房本，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九岁之前住在林塘镇。我甚至不记得我妈长什么样子，我真的很想看看她。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爸从来都不愿意提起她。那么恐怖的女人，谁敢提呀？哦，是这样。你妈自杀后啊，你爸很难过。 所以呀，就带你离开了林塘，他不提起，是因为他不想回忆。回忆，并不都是美好的。自杀？我妈为什么要自杀？啊，听你爸爸讲，你妈一直以为你妹妹的死是她……不提这个了。妹妹。 我有个妹妹，你刚才的意思是说，我妹妹她死了，那。
他是怎么死的？你这孩子真是的，你妹妹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呀？再说了，你们家这么不光彩的事迹，你呀，还是最好不要记得的好。我爸走了以后，我经常会看到两个女人，一大一小，阴魂不散呀，这可是。 胡说什么？可能是我自己做梦吧。但有时候他真的特别真实。郭叔，你能不能带我去我们家的老房子看看？我记不起来在哪儿了。哎，我跟你说啊，像那样的鬼地方，你最好还是不要去。 郭叔，小辉啊，你真的不记得你老家住哪儿了？不记得了。镇上人都去哪儿了？ 这不汛期要到了吗？好多人家都到外地避去了。哦，这么厉害啊！还要去外地避？当年的那场特大洪水，给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阴影，很多人啊都失去了家人。哎呀，要不是那场特大洪水，你妈妈也不会上吊自尽。上吊？ 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那我准备在这住几天，你看成吗？你要在这住几天？是啊。有什么不对吗？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是汛期，很不安全，而且你家离堤坝最近了。没关系，我自己会多注意安全的。这可不是你注意安全就能安全的地方。 郭叔，你怎么好像特别不想让我住在这里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了，郭叔，我是开玩笑的。来来来来，请。
千万别介意啊。哎，你这县长，再见。你说，少辉，少辉。子非，你别那么大惊小怪的。我知道我下个月就要到国外去参展，但是我现在就是心神不宁的，没有办法黄黄，真的。所以我喂，我这信号不太好，我就先不跟你说了啊。哎，要不然这样吧，那个你要不然直接到这边来，你过来之后咱们见面再聊好不好？啊，行，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嗯，喂，
这门是你打开的。你是谁？你来干什么？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不然的话，你们蒙家只有死路一条。 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哥，哥，生意兴隆啊！去远点，一身酒气。 哎，别这么小心嘛！我这小本生意伺候不了你这大神，你还是去别家吧。哎，生意做大了瞧不起人是吧？哎，哎，哎，小心，你没事吧？嘿嘿，小兄弟，不好意思啊。没事。老板，请上。多少钱？我算算。 小兄弟，你是哪儿人？我是灵堂人。蒙谁呢？这儿的人我全都认识。你叫啥？我叫蒙少辉。蒙建国是你爸？怎么？你认识我爸？蒙少辉。 我认识你，你长这么大了，有钱了吧？哎，请我喝酒去。走开，走开，别在这瞎闹。他呀是个无赖，一共45块。哦，哎呀，这不是外人，啊，这是我大侄子。他发酒疯呢，别理。谢谢。你还来劲了是吧？ 小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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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在那边，什么疯子？那个，顶疯子，有一件事情。 特别的诡异，我发现我最近每次梦醒之后都会画一个身穿灵堂镇传统服饰的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可是事后，我无论多么努力的想把那幅画完成，可是画来画去，如果画不出那幅画，你就改画其他的啊。 反正你这次要参加的，也是以灵堂风情为主题的一个画展，应该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画吧。可是我总觉得这个画面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在我脑子里，它可能跟我的过去有关。 少辉，
别钻牛角尖了，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不喜欢这个房子，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可这里有我的过去，我要找回我自己的记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郭叔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还是说你不相信他？嗯，那是他的记忆，不是我的。 现在已经不是梦游那么简单了。这个房子实在太邪门了，我们明天一早就走。这不是邪门，这是我的记忆又回来了。这里熟悉的环境，唤醒了我的记忆。他们告诉我。 我妈是上吊自杀的，我真的有一个已经过世的妹妹，还有那个黑衣老妇到底是谁？够了，少辉，你看你又钻牛角尖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追查什么九岁前的记忆了？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你会连命都丢掉的？ 你的那些记忆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子非，你根本就不会明白失去记忆的痛苦，你也不会明白连自己的亲人都记不起来长什么样子是一种什么感觉。
子非，你看，你真不应该打开这育婴室啊！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我才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你相信它也存在，你不相信它也照样的存在。我到这儿来不是来跟你讨论这些哲学上的问题的。那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我想知道你对我们家到底做了些什么。应该问你妈妈做了些什么。少辉，你怎么了？我妈做什么了？你妈养了婴灵啊。什么是婴灵？一种黑巫术，据说它能令横死的孩子复生，可是他们见不得阳光，只能在不见阳光的阴暗处养育。这太荒谬了，我不会相信这些封建迷信的。过去镇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饥饿的士兵无奈地将镇上的婴儿全部吃掉。听起来这传说让人难以置信，可是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并不觉得荒谬。只要他们再能抱抱自己的孩子，听听孩子的声音，就愿意付出这一切的代价。这可能就是天下母亲的心吧。而你的母亲就使用了这种幻婴之术吗？我妈，她养了我妹妹的婴灵。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使用这种幻婴之术的妇女不听村民们的劝说，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地错下去，村民们将他们关进了祠堂。这毕竟是巫术啊，与天道不合。养婴灵者很难得到善终，因此你母亲最终也搭上了性命。为什么？婴灵反噬。我不明白。我只能奉劝你一句，你既然打开了育婴室，就不要再住进这老宅里了，为了你的妻子。等一下，等一下，你稍等我一下。你认识这个人？
我经常会遇见他。你只是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确有孟婆这个人，她因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后来啊上吊自尽了。还有，孟婆据说会召唤婴灵的旁门左道。你妹妹那天被洪水卷走后，你妈妈很难过，后来决定求助孟婆。哎，快说，快说！他们真的召唤到婴灵了吗？这我不知道，但我听说啊，召唤到婴灵家的人呢、啊，都会妻离子散。陆叔，陆叔，那我失去记忆的事跟召唤婴灵有关系吗？我不知道，当年你爸爸带你离开林塘镇，连头都没回。顾叔，顾叔，我觉得我妈还有我妹妹的死没这么简单，他们是被害死的，对吗？被害死的？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们为什么来找我？我为什么会忘记九岁以前的事情？你怎么那么爱疑神疑鬼？就跟你妈妈一样。顾叔，对不起，我有事先走了。顾叔，顾叔。酒给你倒上啊，嫂子，我把酒给你倒上。冤有头债有主啊，你可不要找到我头上来啊。来来，把酒给你倒上啊，可不要找到我头上来啊。可不要找到我头上来啊。你在干什么？没什么。你在找什么？小辉，你刚才吓到我了。你什么号的？走路都没有声音。你觉得太专注了。药方？我爸他为什么要把药方放在机动车的驾驶证里？可能是他放进去就忘记了。你看这个折痕，还有这个脚，说明他经常把这个药方取出来看呢。而且，我不记得我爸有喝过中药啊。可能是一种纪念吧。你饿了吗？我买了很多东西。你一定饿了吧？我们下去吃点东西吧。怎么了？我觉得这个镇上的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反正我就是觉得有问题。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要去找一个人。少辉，少辉。去上华家怎么走？哦，前面到头右拐。哦，前面走到头，然后右拐。对，右拐。好，谢谢。啊，没事。
你是在找我吧？你怎么知道？失去记忆的滋味不好受吧？嘿，这件衣服挺帅呀，挺值钱吧？ 你是不是又想知道秘密？当然了，现在告诉我。可以，2万。我怎么知道你的事情值不值2万块钱？喂，这是我小时候画的。没错，当然了，我家里还有好几十张呢。 能值5万吧？另外呢，我再赠送你个大礼包，现场在那边来回1个小时，回来找我就行。你要去哪儿？ 小华哥，小华哥，小华，我跟他约好了去他家见面，可去了之后，他却没在家。嗯，他可能又醉在谁家门口了吧？你找他干嘛呀？ 子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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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飞。
起来了，小辉，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小辉，嘘，嘘，现在没事了啊，现在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我会有事的，我会有事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子飞，现在没事了，没事了。你好，你好，嗯，帮我拿两张去城里的票。啊，我看你现在已经不是梦游那么简单了，你能不能不要再追查什么九岁前的记忆了？回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我有个妹妹，我家里还有好几十张呢。Thank you.
你好像想要告诉我些什么，社会。我明天一早就离开这个地方，好吗？给我在梦里找到一些线索，我觉得我妈还有我妹妹是被人害死的。什么线索？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不？我没有胡思乱想，真的。那些线索在我的脑海里面支离破碎的，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们联系到一起去。 我敢肯定，镇上面的那些人都不老实，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实话。什么？至少他们现在隐瞒你，我妹妹当年是被孟婆拐走的。 这回我求求你，还是恢复吃药吧。我不能吃药。对不起，子凡，我不能吃药，我绝对不能吃药的。我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吃药，所以我才能记得越来越多的事情。对不起。 还想知道真相吗？自从你母亲使用幻婴之术后，悲剧就渐渐发生了。你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了，也不愿意搭理任何人，就知道自己画画。外面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闻不问，小辉，怎么了，小辉？小辉，你怎么了？你父亲从外地回来以后。 就开始照顾你，直到你渐渐变好。再后来，你父亲就带你离开了这里。那后来呢？后来我母亲怎么样？国叔让德平和尚把玉婴师给放了，你母亲。
上吊自杀。少华哥，少华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也许我会离开这里，我不想再过着隐瞒别人和欺骗自己的生活。我现在挺好，反正已经把真相全都告诉你了，我应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你爸有没有告诉你我失忆的原因？问题就在你吃的药里面。你怎么不吃了？薛少华全部都告诉我，我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失去的记忆了。为什么？我小时候得过自闭症。什么自闭症？你别胡思乱想了。我没有胡思乱想，我现在很确定，我小时候的病是薛少华的爸爸给治好的。你看这些画，这画是他爸爸用绘画治疗法帮我治病的时候我自己画的。少辉，你听我说，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就凭这几幅画又能说明什么呢？他爸用绘画治疗法治好了我的自闭症，然后又用催眠术抹去了我的记忆。这只是你的一种推断。这不是推断，我已经找到证据了。什么证据？紫薇，把你的手机给我。为什么这个药方会在你的手机里？还有，为什么你做菜的味道跟我爸做菜那么像？你告诉我为什么。少辉，我这么做都是你爸爸的意思，他临走之前跟我说，如果你开始做噩梦或者是梦游，就要给你吃这副药。当你闹脾气不吃药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把这副药加在菜肴里。
你们为什么非让我记不起来小时候的事情？还有那么不可告人吗？ 父亲和母亲也是为你好啊，你母亲和你妹妹应该有什么事情想让你知道，他们一定有什么想要和你说的事儿。一间老房子，还有很多灵位。孟婆家。 孟婆家，所有的答案可能都在这里。走。 这些屋子都搜遍了。郭叔，找到郭叔，郭叔肯定知道。少辉，你……我要去找郭叔，我现在就去找他。少辉，少辉，少辉，让他去吧，也是时候了。 孟婆家发现了很多灵位。哎，你发现灵位跟我老公有什么关系啊？走走走走走走。没错，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镇子里所有的人。为什么？为什么所有的灵位都在孟婆家？ 孟婆家摆放的灵位，都是孩子的母亲，都是做过错事的人。那年水灾把你的妹妹带走了，你的母亲和孟婆偷偷的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正因为如此，才惹怒了村民是吧？所以，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卸给孟婆，对吗？ 随便你怎么想，你的母亲和孟婆是我们的耻辱。 那你告诉我，
我妈，还有我妹妹的灵位呢。这个，我怎么知道？少辉，以前的事儿我们一无所知啊！给我闭嘴！你们今天必须告诉我真相。你们告诉我，你们到底把他们的灵位藏哪儿了？住嘴！说，嫂子，说呀！出来呀！说！你们都住手！不管你老郭也好，你周永贵也罢，其实你们两个人心里面都很清楚，即使今天不把真相说出来，可是这真相终究会有一天大白于天下的。老郭啊，我看今天该是把真相说出来的时候了，你就当及格得吧。就让所有的事情都在这里结束吧。我想一个人静静。你们先出去吧。我陪你们。子飞，不要了。你和他们一起出去吧。我求你了。有个洞，有水漏进来了。老郭，爸，你们先上去想办法把洞口堵死。好，这里我来解决。好，好，好，走走。啊！开门呐！小辉，小辉。
别别别！我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水啊？堤坝塌了，那怎么办呢？不知道。救命啊！船！船！救命啊！船！大家！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 不行，不行，不行了！阿宝，哎，不行，不行！人太多了，不行！你们两个男人上去一个，给女人留个地儿，我们家还有老婆孩子呢。万一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我刚才就不该救你们两个。 什么闪失？我们可担不起责任。可是他已经发烧了，他再淋雨的话就活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们了。阿宝，你们俩下，让大的上去。你们俩下，他上去，他就是救生。让大汉先上去。阿宝，阿宝，你们就留孩子一个人呢。你自己动手定吧。 快一点啊！这洪水越涨越高，你早点决定，我们还可以回来救孩子。啊。少辉，别怕，妈妈等会儿就来了。妈妈等会儿就来了。 我不想你活在以前的世界里。郭叔后来告诉我说，由于当时淋雨太久，妹妹后来死于肺炎，这也是所有悲剧的开始。妈妈。
虽然儿时经历是那么的不幸，但它始终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走出曾经的阴影，珍惜眼前的幸福，或许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又过一关了，老蒙啊，我们一定会帮你把这个秘密隐瞒到底的。Ooh.
คือเพียงจุดนี้ฉัน